进前受到疫情影响，所有的关怀基点拢是暂时无开课。随着防疫警戒降到第二级，以及中央宣布自八月初五开始，长照基点会当申请恢复上课。到目前为止，云林县内的关怀基点已经有95个恢复上课。何秀群伫要三个月无上课的长辈，继续快乐学习。阿公阿嬷对着老师的动作做起体操，因为真久无来到社区上课了。好不定北溪社区的长照基点，终于是伫这礼拜开始恢复上课。每一位师大拢是提起精神，欢喜来到活动中心快乐学习。这较新鲜。嗯，先来讲。伫厝的都算讲家己较无聊。会当来上课，足欢喜的啊。有啥物？我无歇久啊，歇啊久拢无感觉种。无什么代志做，啊来遮上课，感觉足快乐个。啊，都大家来遮开讲啊，大家来趣味啊。啊，来遮嘛是会使做运动啊。嘿啊，对啊，来遮做运动啊。嘿啊，遮，嘿，袂歹。平常时因为和阿公阿嬷有讲有笑，就亲像将因当作家己的家人同款，所以让了三个月无来和长辈互动，老师嘛是抱着满满的期待来甲各位师大佚佗。非常开心，而且看到长辈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我也很快乐。所以这两三个月，想念长辈吗？超想念的哈，想念这些的阿公阿嬷、大哥大姐们，非常想念他们，因为我把他当成家人一样。中央宣布八月五号开始，社区关怀基点会使申请恢复。不过因为师大人老师踮伫基点内时间较长，所以申请的条件就比较严格。但是据点吼，咱用较严格的这个标准吼，咱的课程的老师，也是咱的志工，吼，这服务人员，大家拢必须爱接受吼，第一剂爱14天以后，才会当来到咱的这个据点来参加。那总共伊无来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的时阵吼。就是必须要有这个抗原快筛，啊，加咱的 PCR 快筛哈，PCR 的检测，吼，拢必须要是阴性的这个报告吼，才会当入来到这接受服务。社区基点那是提供老大人学到新知识，上重要的是，才是牵起真侪长辈感情。基台恢复上课后，会当看到阿公阿嬷带着笑容入去基点快乐学习。记者李不迪昌报道。